大家早安啊！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的最后一天早上。那非常高兴的是，我早上来在水下的时候，又发现一只很漂亮、很漂亮的生物。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它是蝴蝶，但不是哦，它是一种噔噔很漂亮的天蚕蛾。那这个是天蚕蛾科很特别的样貌，就是你可以看它翅膀上面有很多我们讲的这个眼纹或拟眼纹。那这只呢，它其实很新，只是它后翅有点好像沾到，就掉了一些粉。不过没关系，它非常的漂亮。那也很高兴在这边可以遇到这么多美丽、漂亮的生物。各位，只要森林是完整、是漂亮的，这些生物永远不会消失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爱护森林，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森林，这样子这些生物才能生生不息，不止你我，还有我们的子孙才可以持续的见到它们。各位，天蚕蛾很漂亮哦。热血阿杰，热血介绍。